你都同隔離左右講聲 Shalom 好唔好啊？佢講主嘅平安喺你嘅生命當中，哈利路亞，都係主啊！咁啊，嗰個怡寶咧，我哋開始收到啲街坊啲電話啦，啊，開始啊，我哋即係繼續嘅幫忙好唔好啊？做兩件事，第一。即如果你有時間嘅，你有才能嘅，可以翻嚟幫手做一個嘅義務老師啦。第二咧就係咧，你可以咧就每個人都好攞張單張啊走嗰陣攞去派好唔好啊？食飯劈喺台頭，等佢哋幫你落單嘅，望下咩嚟㗎，咁你可以同佢講啊嚇，得唔得啊？你幫你隔離嗰個講啊，我哋需要你一齊幫手喎，同隔離嗰個講下先，我哋需要你一齊嘅。同我哋幫手喎，好唔好啊？呢件事咧，我哋一齊嘅傳揚嘅事情啦。咁啊，鼓勵弟兄姊妹，咁下四月嗰個復活一週咧，係唔單止我哋嗰個禮拜，我哋翻嚟要即係自己去禁食祈禱啦，去經歷耶穌所經歷嘅啦。我記得兩年前咧，我哋做過一個復活節嘅節目，叫做 Change。講耶穌每一天的日程咧，喺呢個耶路撒冷嘅時候，咁我哋將會喺呢個週裏邊咧，我哋特別嘅盡心啊，去體驗啦。好想鼓勵弟兄姊妹，嗰個禮拜我哋一齊禁食、禁戒、上網啊、娛樂啊，唔使煲劇啊，咁啊可以翻嚟一齊去體驗啦。咁啊，去到週五我哋係一個嘅受苦節啦，萬會星期六咧係浸禮啊，係感恩嘅事情。咁去到星期日咧係一個咧復活嘅主日，我哋一齊報道。好想大家都開始預備我哋嘅心。我哋為到身邊未信耶穌嘅屋企人朋友，我哋咧盼望每個人都可以去接觸三個人，好唔好啊？去一齊去禱告啊！耶穌嘅死，佢嘅復活係為咗得著更多嘅生命，可唔可以啊？同你教會講啊，我哋一齊預備喎，好唔好？一齊預備咯！四月份係我哋整個教會一個好特別嘅月份。OK， 咁啊，所以下次咧四月份嗰個四月十三號嘅禮拜咧，就係我會講到，我就會暫停一次登山部分，我就會講咧中樹節嘅信息，會帶動成個禮拜嘅一個嘅啟動嚇，所以到時大家即係預備啦，預備我哋嘅心啦。今日咧就係進到登山部分第二十二回合啦，咁啊就係即係一路講咗由全年啦，舊年一路講到今次咧就係第二十二嘅。環節啊，輪到一個題目叫做論奸淫啊嚇，咁啊呢個題目即係第一堂我哋都講完啦，咁啊第二堂我哋都係繼續講翻呢個題目啦，論奸淫，咁亦都係耶穌講到關於唔同嘅律法上我哋要注意嘅事情，但係記得我一路講緊係我哋要用第四十八節咧，第五章四十八節咧係一個好中心嘅一節經文嚟嘅。他這裡說嘛，所以你們要完全像我們天父完全一樣，記不記得我一直在說完全是一個觀念，我們要成為什麼完什麼完整，因為我們的天父是什麼完美，我們可以成為完整，因為他是完全完美的。提一提你旁邊那個跟他說，我和你可以成為完整，因為天父是完全完美，可不可以跟你旁邊那個操練一下，重複一下，溫習一下這一句說話先，我們可以成為完整，因為天父是什麼完全完美，这个是整个贯穿整个登山部分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经文。OK， 咁啊，八福是一个我哋讲紧系一个生命很重要的质素，八样嘅质素啊，我哋一路讲紧又唔同啊，即系虚心嘅人啦，哀恸嘅人啦，清心嘅人啦，即系温柔啊，使人和睦啊，怜恤人噶，即系一扎呢啲即系唔同都系我哋生命嘅素质，有咗呢啲素质。希望咧，譬如舊年講咗咧，大家唔好即係都抌埋一邊喎，翻去多啲即係去到睇翻呢三章嘅經文嚇。前面所講嘅就成為世上嘅鹽同光啦。跟住耶穌就講到佢嚟到要成全先知同埋律法，佢唔係要廢掉，係要咩啊？成全啦，我哋可以成全，可以完整 ，OK 得唔得嚇？聖國有兩類，第一係邊個啊？文士嘅義，文士就係綠色呢一紮啦，有好多律法上嘅偏差嚇，綠。總在信仰上的偏差，第二法利賽人的義，一些宗教行為上面他經常做以為 OK 的事情，施捨、禱告、禁食、那些，所以我們現在就在說在這六個律法上面的一個的偏差，行不行？這個圖非常重要，有些人呢你可以拍下它，或者上網，我們都放在教會的網站 KF 葵芳 KF.RCC 即復興教會咧 ，Revival Christian Church Hong Kong .org， 你可以上翻我哋嘅網站睇翻啲 PowerPoint 嘅嚇，好唔好啊？如果你追唔切 ，OK。但係呢個圖非常之重要，這個圖咧你俾你成個藍本啊，成個藍圖。咁我哋講到呢六個嘅叫做律法上嘅偏差咧嚇，上次我哋講咗一個就係咩啊？論法路嚇。咁我每次咧就將一個耶穌或者上帝嘅屬性嚇，佢係純全嘅，佢係和睦嘅。
神係啊 Jehovah Shalom， 佢係一個即係賜平安嘅神。咁就同咧佢所帶出嚟喺律法上邊咧要提出嘅咧係一個嘅對比，得唔得啊？得唔得啊？咁啊，上次講到法路，譬如你睇翻呢一個嘅佢話不可殺人喎，啊你們看係咪？但係殺人唔係淨係講殺人喎，係講到咦原來我哋嘅怒氣啊、發脾氣啊，啊都引致影響嘅喎，好似阿哥人一樣，佢從嫉妒比較去到發嬲去到殺人咁啊，就是、人類啊有記載嘅第一個兇殺案啦，就係、是、創世記阿哥人啦咁樣。但係呢個同神嘅屬性係有嘅對比㗎嘛。咁啊，再講耶穌講到第二個論點啦，佢會講到當其時，佢話啦就要論到乜嘢啊？奸淫啊，呢個就係要提到喎，係咪？因為神佢自己一個純全 ，God is pure， 係啊，佢唔俾我哋任何嘅雜質，係咪？記唔記得？我哋即係上次都講到啦，呢啲其實係回應緊咧舊約嘅乜嘢啊？舊約嘅乜嘢啊？記唔記得？十戒喎，考試啦！我三個禮拜定兩個禮拜之前。啊，同你操練過一次，問一個簡單先，十戒喺舊約裏邊出現過幾多次啊？咦 ，OK 喎、啊、嚇、啊，記唔記得第一次同第二次嘅地址喺邊度啊？第一次係咩書卷啊？咩記啊？啊好嘢喎、啊，喂，咦，你哋好似醒過第一堂喎、啊，出埃及記第幾章啊？記唔記得？啊咦，掂喎、啊，二十章一齊講出埃及記幾多章啊？第二次。好嘢，好嘢，好嘢！《生命記》第幾章啊？第五章喎、啊，嗱，開始靜啲啦，後邊就冇乜聲啦。第一次喺邊度啊？出埃及記第二十章啊，同你教佢講出埃及記二十章嚇、啊。第二次係咩啊？《生命記》第幾章啊？第五章，好簡單啦。第一次出現咗之後咧，《生命記》重温一次。OK， 好啦，咁、那個內容咧，頭四戒係講到我哋同邊個關係啊？神記唔記得頭四戒係咩啊？第一，除你以外唔可以有別的神啊嘛，所以 God is pure， 除佢以外我哋唔可以再有其他信仰嘅關係嘅，得唔得？第二係咩啊？唔可以拜嗰啲咧偶像啊、雕刻嘅東西係咪？好啦，第三唔可以妄稱神嘅名。第四，哇，越嚟越靜咯，開始當手。安息日係啦，話唔使驚嘅，唔使驚嘅，我哋操練嘅，我唔會審判你嘅，最多神審判你嘅啫。啊，十戒裏邊頭四個戒係咩啊？嗱，操練重複一次 ，OK？ 第一個，除他以外，我哋唔可以有別嘅神啦。第二個，唔可以拜偶像啊、雕刻之物。第三個，唔可以妄稱乜嘢神嘅名。第四個係咩啊？當手。好嘢，好嘢！兩個操練下先，望下隔離，望住隻眼講喎。第一係咩啊？除他以外，第二係咩啊？唔好拜，係第三咩啊？唔可以妄，係啦，清晨嘅名。第四係咩啊？當手按時好，俾掌聲鼓勵下佢先啊 ！OK 喎 ，OK 喎，啊，喂，呢啲基本嘢嚟嘅，我冇做 PowerPoint， 因為即係啊，我想。都提一提，因為我哋講緊呢個六個律法上嘅偏差，其實全部都好根據、好針對喺十戒裏邊。耶穌話嚟成全了律法啊嘛，係咪？嚇成全啊嘛，唔係廢掉啊，唔係十戒講完嘅嘢就以前噶啦。十字架，耶穌釘十字架之後，新約九就唔需要，其實一樣嘅，只不過我哋一聽落去，又或者再盡心明白，其實更高嘅層次啊，得唔得啊？好啦，頭四戒，跟住對人咯，對人就第五個開始係咩啊？好嘢喎！當孝敬咩啊？父母係啊，第六個就係、是、上次講咗啦，不可咩啊？殺人啊！當孝敬父母第五啦，不可殺人啦。好啦，第七係咩啊？不可奸淫啦，就係、是、今日講嘅題目。所以今日講嘅第幾戒啊？第七戒喎。OK， 好啦，第八係咩啊？不可奸淫，不可咩啊？八戒喎嚇，你邊個係八戒啊？啊，不可偷盜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盜。第九咧，不可作啊！得啦啊，真系唔錯。第十咧，不可貪好多嘢啦，貪戀誒別人嘅妻子，貪戀別人嘅田地，貪戀 K K 卡啊，簡單不可貪婪啦。OK， 好啦，我哋重複下喎，呢六個都好似人與人中間個得唔得？第五個係當孝敬父母。OK 啊，第六係咩啊？上個禮拜講嘅不可殺人，今日講嘅係啦，跟住不可。
啊，偷渡偷渡啊，不可偷渡。第九，不可作假见证。第十，不可贪婪。好，两个两个又望下，望住佢只眼啊，唔好俾闪烁吓。OK， 当好。第六系不可，第七不可，第八不可偷渡，第九不可作，第十不可贪婪啊！俾掌声你隔篱嗰个吓。即係有機會咧，我哋即係重温下呢啲好基本嘅信仰嘅根本嚟嘅。OK， 其實呢由舊年到而家咧，我都係講緊啲好基本信仰嘅根本。希望咧，大家睇到我哋要温故知新。其實我哋要活出所有呢啲根本，即係整個嘅登山部分就係基督徒生活指南啊！你咩？跟我講一次，係基督徒咩啊？生活指南，你有一個 living manual 啊！系啦，跟住做就点噶啦 ，OK， 好嘛？好啦，今日我哋就睇呢几节经文，呢四节经文好简单，我哋一齐读一读好嘛？一二三嚟，你们听见有话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全身。阿门。咁呢段经文里边咧，一开始我哋讲入去之前咧，要睇两句说话，就系耶稣讲啦：你们咩啊？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嗱嘅六个。針對佢都係就咁講嘅，即係一個重複嘅 pattern 嚟嘅，一個重複嘅語法嚟嘅。你們聽見有話説不可殺人，只是我告訴你，連發嬲啊、發脾氣都係有問題的。咁啊，你明唔明啊？你們聽見有話説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訴你，你明唔明啊？成個結構都係呢兩句説話。咁呢兩句説話咩意思咧？即係話只是你們乜嘢聽見喎？即係話呢啲教導係咪成日聽到噶？係定唔係啊？係喎，十戒由頭到尾成日都聽到噶啦，係咪？好多教導，咁邊啲人係主力去教導呢啲嘢噶？喺以色列人當中，兩個字叫咩啊？文士啊，大聲！呢兩個字叫咩啊？你記唔記得我講過文士其實係咩人嚟噶？四個字係咩人嚟噶？法利賽人嚟噶，法利賽人即係文士，文士即係法利賽人，得唔得？文士係法利賽人入邊嘅有一班律咩事啊？法師、律法師，得唔得？佢專職就教導啦。好啦，耶穌就話啦：，喂，你哋聽見又話，成日都聽見呢啲人教導噶啦，係咩啊？不可殺人啊，不可奸淫啊，即係話，但係耶穌話，只是我告訴你們，係咪？即係換言之，呢啲文士、法利賽人嗰個教導到唔到位啊？到唔到啊？唔到位喎！耶穌話：你哋嘅意要勝過佢哋嘅意啊嘛！只話呢班人所講嘅對唔對啊？對一部分，但係唔係全部。佢哋覺得自己冇問題。我哋文士派出人好醒嘅宗教領袖，你聽我講。耶穌話：你哋成日聽佢講，不過你要聽我講而家。係啊，佢哋所講嘅嘢，第一佢做唔到，第二表面上佢覺得自己冇問題，我都冇殺人，我都冇奸淫。但係耶穌話：你唔係淨係冇殺人喎，你發嬲位發脾氣。話人咧好蠢啊！記得上次啊，又話人廢啊、廢物啊嗰啲啊，全部嗰啲都係要受審判、要落地獄嘅喎。你記唔記得先啊？所以耶穌將整個嘅教導推上定推下，推上咗，佢要求推上咗，成個道德標準向上咗。所以文字同法理上其中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四個字叫做自以為意啊！佢覺得我冇問題，我係律法師嚟噶嘛，我係派出我教你哋啊嘛。我冇問題，我都冇殺人。好多人都覺得自己冇問題，一講到奸淫啊、殺人呢啲，我一睇即刻想過啦，我係好人嚟噶嘛，邊會殺人咧？係咪？我哋基本就良民嚟噶嘛，冇做呢啲嘢啦。但係耶穌再講，唔係淨係殺人喎，你中間個憤怒有冇咧？有冇貶低別人咧？開始裏邊個心，耶穌唔係淨係講行為本身，行為後邊嘅心態。所以我哋今日講奸淫，一聽佢我都冇咁樣嚇。但我想再講深少少，背底後唔單止我哋真係人與人中間肉體上邊、情感上邊，有時我哋喺宗教領域裏邊，
即係咩啊？叫九合啦。正所謂無媒就點樣啊？九合有咩意思啊？即係啊，所以正正咧嚇有例嘅字眼，其實講緊一樣嘅嘢，講緊一樣嘅不合而嘅一啲嘅男女嘅關係嚇。所以好多嘅聖經咧都係提到呢一樣嘢嘅，好嘛？好啦，首先佢話啦，你們聽見有話説乜嘢？不可奸淫。喺整個波聖經裏面很大的篇幅亦都講到這件事奸淫，在陣間我們會看箴言三十一章，基本上有十分之一的篇幅亦都提到這些即是男女的關係聖潔。在整個的先知書提到以色列人他們離開上帝拜偶像，都提到他們好像一個犯奸淫一樣，所以上帝會很多時候用一個男女的關係作為一個比喻，比喻到不單止我們要向我們的配偶忠誠，並且我們要向我們的神忠心，明白嗎？所以因為第一樣的十戒裡面他說除他以外怎樣，我們不可以有別的神，所以神是純全的，神是純全的，不可奸淫。那我們會看回在箴言，剛才我說箴言有三十幾章，三十一章箴言十分之一，由第五、第六、第七當中有問幾多分的，你要養下手先翻屋企兩公婆一齊讀曬呢三章經文啦，係啊，一齊即係真係嘅兩公婆一齊讀下呢三章經文咧，非常重要。咁我哋今日咧抽中間少少嚟一齊睇下先，好嘛 ？OK， 一二三嚟，你要喝自己池中嘅水，飲自己井裏嘅活水。你的泉源豈可漲溢在岸？你的河水豈可流在街上？唯獨歸你一人，不可與外人同用。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哎呀，什么字啊？幼鹿，幼鹿可喜爱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暖慕。这个就是这三章经文的，就是讲夫妻关系，很简单。他说了你要乜嘢？喝自己池中嘅水，飲自己井裏嘅活水。啊，呢啲泉源又唔可以流喺出邊，啊，唔可以流到街上。唯獨乜嘢？歸你一人，不可與人同用嘅。簡單，即係詩人咧就比較用含蓄嘅字眼，表達咧即係兩夫婦嘅關係咧。呢個好似你要喝自己池中嘅水啊，即係你唔好飲人哋嘅池水喎。你明唔明啊？要喺飲自己嗰個池水啦，飲自己嘅泉源啦，啊飲自己井裏嘅活水啦。即係話一個丈夫，你即係同太太喺太太裏面得到呢個滿足啦。你頸渴咪飲自己屋企嘅水咯，係啊。你冇頸渴就走去飲第二個井嘅井水喎，啊唔掂喎。佢後邊話唯獨歸你一人不可咩啊？有啲嘢冇得 share 嘅，唔好意思 ，WiFi 可以 share。啊，即係呢啲冇得 share 嘅喎，男女關係冇得 share 嘅喎，情感情冇得 share 嘅喎，唔可以話啊，我又喺屋企食下飯，又出去出邊嘅飲出邊嘅池水啦。所以原來咧，即係喺箴言裏邊咧，佢有一個含蓄嘅表達，話俾我哋知道，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一個即係婚姻嘅歸屬啊。喺個婚姻配偶裏邊咧，我哋大家要忠誠，要忠心。如果喺呢一個氛圍、呢個範疇以外嘅咧，我就叫做咧奸淫啦 ，OK， 好啊。咁啊，後邊佢話啦，你要乜嘢啊？喜悅你幼年所娶嘅妻喎，幼年喎，即係特別提到咧一啲可能你結咗婚好耐嗰啲啦。我第一堂問咧，我就問結咗婚二十年或以上嘅，呢度話第二堂就話結婚二十年以上嘅有冇手咧？啊，都有啲，俾啲掌聲祝福佢哋好嘛，欣賞佢哋話嚇。結婚十年至二十年嗰啲有冇啊？十至二十年嗰啲啊，十至二十，我哋都有啲喎嚇。我哋啊，我啊，我相信下個月就十九啦嚇。咁啊，阿生係十八啦，阿生都十八啦。OK， 咁啊，結婚一至十年嗰啲有冇啊？結婚零至十年啊，零至十年嚇。咁未婚嗰啲舉下手嚟。啊，一大部分啲未婚最多喎，最多手喎嚇。你知唔知第一堂咧結婚三年或以上、廿年或以上嗰啲好多人舉手喎？係啊，三年都有啲喎嚇。即係結咗婚零至頭十年嗰啲都冇乜喎嚇，單身都冇多，所以即係先話啦，我哋咧呢度你要喜悅幾時所娶嘅妻啊？幼年喎，即係有啲結咗婚兩年三年就
曬嗰啲即係啊新婚嗰啲熱情啊味道啊，所以我哋成日有啲夫婦 cam 叫你嚟再度蜜月啦，俾你咧回顧你初戀嘅滋味啦。後邊講下話，他如何乜嘢可愛嘅咩鹿啊？叫咩啊？幽鹿，幽鹿係咩意思？即係話雄性嘅鹿，即係你回復翻你初戀咧，哇！嗰啲即係雌性嘅鹿咧，對啲雄性嘅鹿咧，有一種咧常常戀慕啊。後邊話，即係女，即係嗰個嗰啲叫咩啊？母鹿啊，乸嗰只咧，就對阿公嗰只咧，成日有一種戀慕啦。啊，唔知我哋屋企嗰啲啊母鹿有冇對公嗰只鹿咧，成日戀慕咧？啊，可能已經冇咗一種戀慕嘅情懷啦。咁啊，調翻轉啦。公嗰只咧，有冇對只乸咧？成日都俾佢求阿姨啊，好可愛咧，可喜咧呢度啊，因為可喜啊嘛，因為你覺得佢即係唔係好可喜啫，你覺得可惡多啲啦，你覺得係可喜定可惡咧？如果我哋咧都懷著可惡嘅心翻嚟，就係見到你啊，跟住即係調翻轉個姊妹又對個弟兄冇乜戀慕嘅情懷咧，咁我哋要求主幫助我哋啦，嚟夫婦 cam 啊 ，OK， 願他的乜嘢啊？胸懷使你時時知足啊！嗱，呢個胸懷原文就係乳房嚟嘅，係啊，即係真係咁樣喎，唔係即係好核突話係，即係真係講到原來我哋喺呢個喺婚姻嘅約裏邊性咧係好神聖，使到滿足嘅。原來真正我哋喺呢個嘅生命嘅滿足嘅呢個知足啊，就係咧能夠維持美滿婚姻嘅一個最重要秘訣。Amen， 可唔可以講阿門啊？原來呢個滿足啊，喺婚姻嘅約裏邊咧，丈夫有一個責任，讓妻子時時滿足；妻子有一個責任，讓丈夫完全滿足，先至唔會俾出邊嘅河水井水有位可尋啊嘛！你明唔明啊？要讓佢情感完全得滿足。第二，如果我哋唔懂得相處良性，唔懂得咧能夠喺嗰個婚姻裏邊嘅靈魂體啊，三方面咧讓佢完全得滿足咧，有少少空隙咧。哎呀，出事啦！咁我哋好有機會喺第二啲嘅範疇裏邊咧，揾到第二啲人替代。咁呢個叫做奸人。頭先我講係三方面，靈魂同埋咩啊？體完全得到滿足。所以原來奸人唔單止係肉體上嘅嘢嚟嘅，奸人唔單止係身體上邊佢同佢越軌發生咗身體上嘅行為，原來我哋仲有呢個嘅魂啊情感上邊嘅奸人。陣間我睇落嚟你就知啦。原來我哋喺婚姻嘅約以外，如果一個男性同第二個女性，啊，如果我做老公嗰啲期咧係好忙好猛啊，好多嘢咧，不過唔係同老婆去喺情感裏邊有交流，去揾第二啲女性傾下偈，冇啊，同兄弟啫咁樣啊。其實如果有情感上嘅呢啲嘅交流，開始替代咗自己配偶，小心喎，呢啲叫情感上嘅乜嘢？奸人，靈魂靈裏嘅奸人，就是我哋背逆咗我哋嘅神，去到接受咗其他嘅東西。咁呢個係信仰上面，以色列人就係咁樣。以色列人同第啲外邦女子有一個嘅，即係唔單即係一個合理化嘅奸人，係用宗教嘅行為異邦嘅偶像，但係當中有好多廟記啊，有好多嘢，係一個嘅合理化，即係一個嘅奸人嘅行為。所以弟兄姊妹，聖經裏邊從十戒到而家，耶穌嘅教導我哋都係堅守，唔可以有乜嘢。奸人点咧？不可乜嘢？一齐讲不可咩啊？第几届嚟噶？第七届。因为我哋有时要小心，好多奸人唔单止真系我哋要防范啊，有好多即系有啲情况我哋去处理，我哋都冇嘢嘅，一男一女啊，我哋共处一室，我哋都冇啊，都冇发生性行为啊，不过有好多苟且嘅行为。啊，可能攬攬錫錫，甚至啊，真係咧，有時咧，衣服都脱光啊，係真係冇做到最後嗰個步驟啫。咁呢啲但都唔得嘅，因為呢啲完全係一個叫做犯罪或者奸人或者叫做苟合嘅行為。求神幫助我哋啊！聖經裏面因為耶穌講嗰個嘅教導係比呢一個民事嘅要更高。民事嘅教導就是、我真係冇殺人咪冇事咯。但耶穌話連法嬲都唔得。民事嘅教導奸人係啊，真係男子嘅性器官同女子嘅性器官結合先叫奸人。但耶穌話唔係咁簡單，係啊，你睇落去頭先我哋嗰段經文，佢話點講咧？佢話你們聽説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訴你乜嘢啊？一齊讀嘛，一二三，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
心里已经与他咩啊犯了奸淫。哇！即系话法利赛人文士讲嗰啲系啊，即系我要做埋嗰个行为先至系做埋个性行为先至好似犯咗奸淫。但耶稣唔系啊，你点样啊？睇见咧吓呢度话点样啊？睇见都要小心喎、啊，系咪？嗱，当然啦，上帝创造呢个世界唔系男啊唔女，唔系男就系女噶啦。有啲即係如果一睇見就出事，啲弟兄我哋真係好痛苦，係咪？係啊，即係有啲弟兄同我講：，唉，冇辦法啦，上帝創造我哋都係即係眼中看為美的噶嘛，你睇創世記就知啦。所以我周圍及靚女，只係即係學校耶和華啫，眼中都係看為美噶嘛。神創造美麗嘅嘢，我睇多兩眼讚美上帝嘅作為啫，咁樣啊，即係咁講嚇。咁啊，即係等我哋問下自己啦，睇係咪犯罪咧？咁樣嗱。呢、这個個睇咧，原文嘅意思就係呢個字啦，叫做 keep looking， 即係一下睇冇嘢喎，但係你嗰啲叫眼咩啊？金金啊嚇，即係或者一路睇，即係呢個睇其實係引發一啲嘅東西嘅嚇。好啦，我哋睇一個嘅例子，一個例子咧就係有個王咧叫大衛王喺撒母耳記下，有一日話説咧太陽平西啦。有仗打緊，佢係皇帝，佢唔去打仗，佢使咗阿約押佢哋嗰啲大臣去大將領去打仗，跟住佢就瞓覺，就大衛做床上起嚟，就瞓到太陽幾時先起身啊？太陽幾時先起身啊？平西，咩叫太陽平西啊？即係日上幾多光啊？都三光啦、啊，所以嗱，如果你一啲成日經常瞓晏啊，朝頭早五六點先瞓啊，晏晝三四點起身嗰啲，小心啊嚇！太陽平西先起嚟，跟住佢起咗身咧，就喺邊度啊？皇宮嘅邊度遊行啊？平頂上面行下行下，哎呀行下下就咁啱做咩啊？大家一齊讀，咁啱咩啊？看見喎、哦、一個婦女啊，一個婦人喺度沖涼，容貌仲係咩啊？甚美添，哎，大衛就差人打定了婦人是誰啦。有人說她是以蓮的女兒，客人烏利亞的妻，大衛差人去就將婦人接來，那時她的月經才得潔淨，她來了，大衛就與她做什麼同房，跟著就回去了。喂，整件事後面大家即是我稍後會再讀這個故事，整件事第一個位置是什麼？ 她做什麼？看見。如果大衛這一刻，哎呀，該位不要看，不要看，走啊，咁你發現成件事後面有冇問題啊？冇問題，即係話其實看見犯罪未啊？看見犯罪未噶？未，看見係試探嘅臨到 ，OK 得唔得？有時我哋都會看見嘅喎、啊，嗱、啊，即係聖經講嘛，有今生嘅驕傲啊、肉體嘅情慾啊、眼目嘅咩啊、情慾，有好多呢啲嘢噶嘛，係咪？有很多試探，有不同的款式來到，有時從眼目的情慾，從肉體的情慾，從一些驕傲，有人說不外乎三款東西，叫什麼？ Money 就是金錢， Sex 性那方面，肉還有什麼？ Power Money, Sex and Power 三種權力。有些可能年輕一點，二零三十歲那些，對於情慾那些就容易了，有些去到可能四五十歲那些，可能情慾沒那麼容易，不過對金錢、對權力有很多不同的位置都會進入成為我們的網絡，是不是？就是 Money, Sex and Power 有三樣東西，或者三個向度，都大部分都是走不掉是這些東西的了，這樣。所以這些是試探的款式，臨在，它一下就臨在了，你一看見我們就要小心了，我們怎樣回應呢？所以這個的約伯記呢，他就有一句說話了，三十一章一齊讀嘛，一二三，我與眼睛立約，怎能戀戀瞻望處理呢？我哋有個弟兄就寫咗首歌啦，跟雙眼立約，唔知有冇聽過？嚇，可以上 YouTube 聽下嚇，跟雙眼立約。原來咧，我哋要同雙眼立約嗱，特別咧，大家都知道嚇，對眼睛嚟講咧，對男性咧係容易啲喺情慾嘅方面咧受到一個嘅試探嘅。哇，有個弟兄好笑同我講，有一次我哋祈禱嚇，即係喂。三號師姐，你知唔知坐地鐵係一個陷阱嚟嘅？我咩啊？企喺度咧，啲女仔唔知呢個時候咧，著啲衫成日揈下揈下個心口嗰度，係啊，咁啊坐咯，坐中眼啦，哇！嗰啲人咧著啲半隻嗰啲咧，哎呀，我坐一抬頭就犯罪啦咁樣啊！啊，我啊地鐵真係一個陷阱啊！咁我同佢講，咁啊搭巴士啦，係咪？搭巴士一樣嘅啫，咁啊，哎行路安全啦，咁啊，啊咁啊講笑，即係話咧，即係
對男子嚟講咧，眼睛咧卻係一個嘅眼目嘅情慾，一個被試探嘅地方啊。Amen。所以我哋求神幫助我哋弟兄，我哋要跟咩啊？雙眼立約。咁啊，姊妹隻眼。姊妹很少在情慾方面受眼目的情慾，姊妹即 是情感人來的嘛，男人是眼目人來的嘛，是不是？姊妹，但是雙眼呢有沒有需要立約啊？都有的、哦、姊妹有時一看隻眼呢就未必在情慾方面受試探，不過眼目一望見些美麗的東西呢、啊、個手袋不知道合埋眼又記得它、啊、跟住又看看為什麼你的手袋漂過我的手袋的，點解你個樣咧靚過我嘅樣嘅？你用邊只化妝品咧？嚇、啊，姊妹咧有時個眼目咧嘅試探咧就並非情慾位，眼目嘅試探咧係一種比較，有時會有少少嫉妒，甚至想戀慕嘅位，同唔同意啊？你睇夏娃一見到個哇嗰個果子美麗，就揮之不去，想要，我想要。一見到嗰、那個哇、那個東西嗰件衫嗰樣嘢你好想要，因為我冇你有，哇想要。男性咧，因為嗰個眼目嘅情慾咧，有時就係、是、哇嗰種嘅想佔有，其實都一樣想佔有嘅。不過喺情慾方面，我哋受試探多啲啊。Amen。所以好唔好？我哋今日我哋要跟邊度立約啊？跟邊度立約啊？嗱，不如咁啦，我哋一齊做一次啦。嗱，除低眼鏡啦，即係嗱，你隻手按住你隻眼好嘛？嚇，我哋男好女好啊。奉耶穌嘅名咧，祝福我哋嘅弟兄，我哋都能夠跟雙眼立約，係啊，勝過一切從眼目嚟嘅情慾嘅試探。係，以致到咧，我哋咧能夠定睛喺基督，定睛喺十架，祝福我哋姊妹，亦都同雙眼立約，勝過一切咧眼睛裏邊咧所從一啲嘅物質啊、戀慕啊、比較而帶嚟嫉妒嘅試探，以致到咧眼睛都能夠定睛基督，勝過一切從魔鬼、從仇敵嚟嘅試探。主，我哋同雙眼立約，奉耶穌嘅名，祝福我哋嘅眼目。阿門，阿門，俾掌聲鼓勵你隔離嗰個好唔好啊？哈利路亞。所以咧。我們在家庭祈禱，特別如果你有些夫妻、兩公婆、姊妹你多些揞住你老公的眼祈禱，老公如果你想你的銀包省些錢，就揞住你老婆的眼祈禱。所以第一、從眼，但眼睛剛才我說眼睛見到犯罪沒有？沒，這是一個試探的進入位。 OK， 好了，耶穌再說了，他說我只是告訴你們，見婦女就什麼？看見婦女就什麼？一齊讀嘛，做咩啊？動淫念嘅這人心裏點樣？已經與他犯淫，即係話看見犯罪未？未犯罪，但係看見之後做咩啊？動咗一個念頭啊，就出事啦。所以原來呢個念頭好緊要啊！嗱，呢個青蛙就大部分好似我哋咁啦，阿大衛咁啊，一見到咦，拔士巴喎。他即刻擰個頭咪算數咯，但他最慘擰完又擰，望完望，即眼睛 keep looking 就係呢個款啦，明唔明啊？即我哋見到嗰個試探嚟，我哋又唔好捨得唔理佢，又望下睇過睇過睇下啫，冇嘢嘅，唉我又唔做，誒睇下啫嘛，係睇過冇事嘅冇事嘅，咁啊嗱，但係通常咧睇唔係咁簡單啦，睇完之後咧，有時咧我哋就會跟住佢咧一步一步去探索啦，啊睇完之後睇過。啊，聽過啊，咁樣咁啊，嗱，一去跟落去咧，一諗落去咧，這個念頭咧就即係就點樣啊？中招啦！你其實係嗰個上咗魔鬼嘅誘，即係嗰個誘惑咧，即係其實有時你未行動咧，其實你個念頭裏邊咧一路跟落去咧已經出事啦。但係罪嘅結局就係咩咧？一定係死嘅。係啊，罪有苦果嘅。你睇下大衛後期係咪？係啊，佢生落嚟個仔都即係最後死咗，佢自己都即係要面對一個好大嘅一個審判。所以呢個公仔，我覺得非常之好。我喺網絡上揾到呢個公仔，你睇下個頭喺邊度啊？佢個頭喺 lowpack 下邊嘅。所以面對試探咧，你突然間個頭咧唔知去咗邊嘅，你嗰啲理智冇咗嘅。係啊，面對試探嘅時候咧，你回應試探啊，進入試探裏邊咧，突然間你嗰啲即係敬畏啊頭腦冇咗嘅，一般個頭腦個頭都俾個 lowpack 坐住嘅，係啊，完全回應咗即係個心即係冇曬理智啊！你唔信啊？你睇下大衛你就知㗎啦，
真係嘅。呢個本來係一個牧羊人，本來係一個敬畏神嘅人，本來見到阿掃羅害佢，佢都唔出手喐阿掃羅。明明阿掃羅喺度，即係一個山洞大解啊，佢可以喐佢，又唔喐佢，有好多機會嘅。哇！大衛呢個人做咗王之後咧，嚇喺呢個嘅猶大作王，幾謙卑啊！啊！猶大佢已經軍力咧贏咗猶大噶啦，猶大當時哇渣到鼻，佢依然謙卑請猶大嘅長老高佢做王。哇！嗰種生命嗰種素質。以至到後期佢喺希伯倫作王，啊、今日冇時間講啊。但係哇，你睇佢美麗嘅生命，去到希伯倫之後就出事啦。嗰種嘅驕傲，當佢被罪籠罩，嗱頭先話大衛看見一個婦人，去到呢個位佢犯罪未啊？佢未喎，可以即刻走啊！該會肉酸走走走咁啊，冇事啦。但係你睇下大衛下一步做咗啲咩啊？差人去做咩啊？打聽，以為同我上網 search 呢個咩人嚟嘅？咦，睇下佢乜水嚟嘅先？啊，睇佢有冇男友啊？睇佢咪即係啊，即係。所以大衛第一步就係點樣啊？動念啊，係咪啊？佢有冇即刻飛身過喺天台嗰度扮飛虎跳過去啊？冇。不過使人佢 search 下先。呢個一個意念啊，呢、這個意念一路孕育。咦，好似佢老公有嘅，不過老公出徵啊，打仗啊，烏利亞。咁不如叫人叫佢嚟咯，咁嚟做咩啊？包剪揼，輸咗飲杯茶咁啊，梗唔係呢啲啦，係咪？邊有咁純情啊？我係王，我要個女人，邊個攔咗我？同你留意下大衛所講嘅、所做嘅，同佢做牧童啊，做亞杜蘭洞嗰啲咁嘅岩岩沉沉嘅嗰啲人嘅大佬嘅時候，佢同唔同啊？唔同曬啊！佢嗰種做咗王之後，有一種嘅擁有，一種嘅對貪婪佔有嗰種嘅慾望開始出嚟啊 ！Money, sex and power， 情慾，呢個嘅權力嘅慾望開始湧現啦。哦，叫佢過嚟，佢月經啊，財德潔淨，佢就嚟啦。大衛就點樣啊？同佢同房，哇！霸王就點樣啊？硬上弓。故事未完啦，你一路睇落去啊。咁後期拔士巴就報告啦，我有咗新人喎，咁大衛呢個時候點樣啊？哎呀，咁我要悔改啦，係咪啊？唔係，呢個罪嘅蒙蔽，頭先我講個頭喺個 pat pat 下邊啦，嗰個理智冇咗啦，開始嗰種毒計由心生啦，佢開始諗啲屎橋啊！第一件事，人喺罪裏邊通常第一件事做咩咧？逃避。你睇亞當夏娃係咁啊，犯咗罪即刻閃，唔關我事啊，唔知啊。係啊，神啊，係你做個女人搞到我咁啊！佢話唔關我事啊，係條蛇啊咁樣，一定係蛇搏嘅。大衛一樣嘅，佢就諗咗條即係橋翻嚟啦。咩橋咧？咦，同我使人即刻叫烏利亞從戰場翻嚟，我要請佢飲下湯。係啊，烏利亞辛苦啦，打仗飲杯，翻屋企氹下老婆先。咦，呢個男人出征翻嚟，跟若然同太太行房，佢哋有咗咪？冇人知係我咯，哇！咁佢同佢行房日期差唔多，個 B B 咪當係阿烏利亞咁幾好啊！咁樣，哇！你阿大衛真係醒唔醒啊？即係呢個罪嘅氛圍裏邊咧，哇！即係嗰啲計仔出曬嚟啦。但係點知咧，好笑唔好笑咧？就遇著呢個烏利亞咧，就非常即係忠貞嘅。啊，王啊，我為你打仗啊，仲有仇敵啊，我點樣可以能夠咧，即係翻屋企啊，兒女私情呢啲咧，佢過門而不入。仲係即係去到王面前，我王啊，誒冇啦，冇講多，飲杯翻屋企啦，冇講呢啲嘢，我哋哇仇敵在外，阿王我你盡忠嘅，咁啊即係阿烏利亞咁講，王啊冇啦，飲杯跟住翻屋企氹下老婆啦，乖仔咁樣啊，啊唔係即係呢啲有啲係我加入去少嘅情節嚟㗎嚇，但基本上都係即係根於原著嘅，咁啊但係烏利亞最後即係離開咗王宮咧，冇翻屋企，直奔往戰場，哇！大衛即係此計未成，另計有生，佢就點樣咧？啊，咁唔得喎！飛鴿傳書，呢啲係我作嘅，即係揾人咧，將個通信就交俾阿約押。咁啊，不如咁啦，哇！即係我哋借刀殺人，借啲仇敵嘅手將個烏利亞整死佢，擁佢上前邊，派佢深入敵軍，睇下邊度係塔利班，叫佢去捉阿拉登。啊，即係咪？即係又係我作嘅呢度啊！咁啊，即係叫佢前線啊最危險嘅地方，唔好俾武器佢，啊 cut 佢水 cut 佢電，啊俾槍佢，唔好俾子彈佢，唔好即係增援佢，等佢陷入敵軍裏邊，得佢俾仇敵殺鬼屎啦咁啊！咁啊，即係類似咁嘅情節啦。咁佢真係有烏利亞就敗陣亡於
仇敵嘅手中。你諗下，我形容呢個大衛同嗰牧羊人嘅大衛，同嗰個帶住亞杜蘭動一班即係軟弱嘅人嗰個大衛，同喺被當其時被仇敵爭被人恰，有啲佢帶住嗰啲人，有啲話啊大衛，我唔係好想跟你打。有啲人同阿大衛打，打完之後要分咗。分了那些戰利品的時候，有份打的人說不要分給沒份打，沒份打的人說我們真的頂不住啊王，大衛當時幾憐憫，不要緊，有份打沒份打我們都一起分。哇，大衛王你真的有憐憫啊、哦、你想想，我一直形容的大衛和剛才那個使人出竅叫烏利亞此計未成出毒計殺死，你發不發現是不同了人啊？罪使人蒙蔽，大衛看見犯了罪未啊？未，但開始動念進入罪裏邊未啊？進入咗罪裏邊，所以求主幫助你同我，我哋唔好被罪蒙蔽，唔好當我哋看見之後，令到罪繼續產生。嗱，好似好啦，即係有啲人話：，誒呢啲咁嘅情慾嘅嘢，我哋好少嘅。我同你講第二個人物，第二個人物咧就叫做西撥嘅兒子嚇，係巴勒。巴勒作王叫做咩咧？啊，巴勒作咗一個叫摩押王。咁呢個時候咧，第二個人咧就係阿摩押王咧，呢個巴勒咧，佢去試探一個人，叫做巴蘭。一齊跟我講叫咩名啊？巴蘭有冇聽過巴蘭啊？新約聖經三次講巴蘭，彼得前書啊、猶大書同埋呢個嘅啟示錄。講到巴蘭，新約話俾我哋聽，佢係一個先知，但係一個非常之負面嘅人物。故事就出現咧喺啊，即係出埃及嘅時間啦。嗰啲摩押人，大家記唔記得摩押人係咩人嚟噶？摩押人係咩人？摩押同亞門有關係嘅，佢哋嘅爸爸就係咩啊？羅德同兩個女生嘅兩個後裔，一個就摩押，一個亞門，得唔得？一世代都同以色列人咧就為仇啦。期間有個王子就叫摩押王子，叫即係巴勒 Barak 啊 Barak。咁啊，佢就見到以色列人出嚟，哇，好多人喎、哦，好強盛喎、哦，我哋唔係好夠佢砌啦。咁啊，就諗到個橋啦，就叫呢個人咧，巴蘭咧，叫阿巴蘭。喂，有一宗民從埃及出嚟，遮滿遍地，同我對居，借民比我強盛。而家求你嚟同我做咩啊？咒助佢，或我能得勝，攻打佢，趕出此地。後邊就講啦，因為我知道你祝福嘅就一定祝福，你咒助嘅就咒助。因為巴蘭係一個咩人嚟噶？先知，得唔得？新約聖經講嘅，佢係一個咩人啊？先知，哇！佢就叫佢咒助以色列人啦。你覺得呢個祈禱請求有冇問題？有冇問題？如果今日突然間有人同你講：阿生，我俾五嚿水你，同我攞巴牧師嘅相去鵝頸橋，同我打佢小人。你話阿生嘅反應應該點樣啊？一嘢就擁我走啦，係咪先正常？應該係咁啊。好啦。如果我又俾五嚿水，即係有人俾五嚿水，另外一個人話：，喂，同我攞把牧師嘅相去鵝頸橋打佢小人，咒助下佢。咁啊，我袋住你五嚿水，我祈下禱，睇下耶和華俾唔俾我去鵝頸橋打下巴牧師小人先。你覺得呢個需唔需要翻屋企祈禱先？你覺得有人俾$500，你攞巴牧師嘅相去打小人，這個使唔使攞翻屋企祈禱先？使唔使先？但係巴蘭佢話：，西撥的兒子這個的巴勒呢，他找一些人拿了兩抽的掛金給他尊貴的東西，他就怕死，他知道不可以咒助以色列人，因為他是先知來的嘛，是吧？但是他的第一個反應，那你在我家住下先，我看看他就不咒助得過。第一次耶和華不要咒助，不要跟他們去，跟著他打發他走了。哎呀，那就沒辦法了，耶和華都不准。第二次巴勒再找人來，再給多些金，給多些尊貴的東西去。巴勒都說：這樣啊，在我家睡一晚先，我再問過耶和華。你回去看看民數記，好過癮的。耶和華就說：你不可以就罪以色列，不過你去，隨便你去，你跟他去。巴勒真的去，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情況呢？譬如有些男，好像有些老公約了老婆吃飯，突然間有一班朋友說：喂，今晚難得我們一起出去喝東西，吃東西了。咦，好啊，老婆，最初預約了你，不過你知班 friend 同小難得出去吃下，咁啊，你真係想同我哋去，是但咯，你去咯。你真係去嘅時候，嗱呢個是但啦，你去，你覺得係真係想我哋去，定唔係真係想你去啊？其實有得你揀嘅，
你可以揀去，可以揀唔去，不過睇下你點揀啦。聖經一模一樣啦，嗱字面寫嘅耶和華，你好多去去咯。但係巴蘭真係去，真係去。聖經就話耶和華發怒啊，因為巴蘭去啊，你明唔明啊？上帝一個記邪嘅神，巴蘭就係傻仔到一個地方，就係神話以為一嗰個字係咪真係神係其實係叫兩個字叫任憑，由得你啦。哇！知你啊，你知我係邊個啊嘛？你明白我耶和華神。你都知道我的屬性了，老婆說，老公你都明白我今晚即推了五個姊妹的吃飯，跟你吃飯，你現在跟我說有三個朋友約你喝東西，是啊，不過你這麼喜歡跟你的朋友去飽去，去飽去，嗱，你說去的，我聽到你說的去字，那這個是不是真的讓你去啊？其實不是嘛，是不是？他去啊，去到一個地步就是什麼呢？在路上耶和華的使者出來要擊殺他三次，哎呀，巴蘭是先知來的，但是他蒙蔽，他看不到耶和華的使者要擊殺他。他本來是先知，先知原文叫先見，應該看到，但他看不到。哇，大隻雷仔看到，他就避開了，第一次跌落田，第二次夾落山。啊，巴蘭就興啊，死雷啊，怎麼行啊你啊，這樣就抽他，抽到第三次，即雷忍不住開聲，大哥打夠沒啊，這樣，是啊，跟住巴蘭還不醒水啊，即雷仔開口講嘢，如果突然間你屋企只狗開口同你講嘢，喂，大哥打夠未？你會點樣啊？你會驚啊？佢話佢仲同佢講話你啊點睇路噶？即雷仔，我你由細養我到大，我試過咁對你未啊？阿巴蘭話啊咁又未咁樣，咁真係喎，好笑佢對話。跟住突然間天使俾佢隻眼睛明亮，佢睇見，哇！啲神嘅使者要嚟殺佢，跟住佢識驚，佢就話咁我唔。同佢去啦，神就话你又去又得，你可以同佢去，不过唔好走咗。嗱神嗱佢口话咁我唔同佢去啦，但系神话是但啦，你去都得，不过你唔好走咗。其实神又再俾佢拣，信仰就系呢个自由。神冇话唔俾你做一啲嘢，你可以去做噶，你可以继续赌马，继续去即系嫖妓，继续去做坏事，咪去咯。神就系咁样俾你拣。其实当一如果巴兰识得拣，佢即刻回头冇事啊。他就走了去做什麼呢？就跟巴勒一起去，但每一次他不敢犯罪，他每一次 都作歌又讚美神，做一大龍鳳一堆東西出來，巴勒就很高興。但是這些全部其實是表面的東西，如果你繼續看下去聖經，到後期他聖經說他跟巴勒就走了、但是你看啟示錄怎樣形容這個人呢？他說就是你在那裡有些人持守了什麼巴蘭的教導。這個人做了什麼呢？他說教導巴勒，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使他们吃祭过偶像的物，并且做什么？犯罪。刚才文素记我讲的故事是22-25章，一路他三次作歌、四次祝福，定是四次作歌三次祝福，忘记了、全部在宗教上面没问题的，表面上 OK 的，但是呢、这个哥哥呢最后走了，明明跟巴勒，其实不是，他表面上走了。聖經話後期阿巴勒咧，同埋米甸嘅長老咧，就使到誘惑以色列人咧，去到犯奸淫同埋拜偶像。因為巴蘭好醒目，佢知道咧，佢咒助以色列人咧一定出事，神都講咗唔準，係咪？但係佢好明白，以色列人如果自己鹹濕，自己咧就係搞呢啲摩押女子，佢自己犯奸淫拜偶像咧，我唔使咒助，耶和華都咒佢，明唔明啊？所以他明白律法啦，超級明白律法，明明神啦，佢好明白神，所以他就出條計仔就教導邊個啊？巴勒。如果你翻屋企即係睇咧，文數記第31章啊，3-8節你就睇到啦。最後摩西興起12個支派1000個男丁，就去殺敗呢啲米甸人，都殺盡佢哋嘅男子。期間原來巴蘭也被殺在其中。因為巴蘭其實沒有回到自己鄉下，他其實躲在跟那些米甸長老一起出計仔去誘惑以色列人。所以巴蘭是一個什麼人呢？巴蘭簡單來說，他又要上帝的祝福，屬靈的祝福，他又不捨得世界的滿足，明白嗎？他面對試探，有試探來到，他出事是出去什麼呢？在民數記22章第8-19節，有兩次巴勒的人去找他，兩次他都作了同一個回應，你們做什麼？今夜在這裡住宿。第二次，現在我請你們今夜在我這裡住宿。這個我們叫接
代一个罪的意念，我们看见未犯罪，但是我们动念就进入罪里面了。 Amen。 巴兰呢见到这些长老来，他们巴勒的长老未犯罪，但他对这个不舍得的，有很多金钱，很多利益，很多名，很多利，那你们留下，我看有没有办法，又不得罪神，又拉埋这些东西。今时今日很多基督徒都是行这些属灵钢线，回教会 OK 的，不敢得罪神，不过还有很多世俗那种的贪念。大卫他在情欲里面失败，巴兰在权力在金钱里面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不可奸淫，亦都讲到我们不可在中信仰里面悖逆我们的神。 Amen。 所以愿大卫，愿这个巴兰成为你和我的尴尬。 Amen。 最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9-30节教导我们怎样去到处理，一起读吧。所若是你右眼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即是说呢，宁愿残废入天堂，都不要全身落地狱。听得明白吗？那如果真的这样，耶稣什么意思呢？如果耶稣真的的意思，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我想我们这里基本上是伤残人士教会，是不是？不是跛就盲的了，是不是？是不是？大部分我们都是有这些软弱的嘛，同不同意啊？有时我们有眼目的情欲，有时我们手多多做错事，是不是？是啊，有时我们即是行错。其实耶稣讲的什么呢？这两段经文耶稣讲的什么呢？耶稣其实带我们想清楚，什么是我们罪的根源？ Amen。我们哪个地方是我们最容易引狼入室？有些人是眼目的情欲多一点，有些人是肉体，有些人今生的骄傲。我们的最容易或者第一步错在哪里？我们不要让那样东西发生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就要处理那一步。 Amen。 行不行？刚才大卫，其实我们说他看见跟着动了念，是不是做错？是不是做错？但你想清楚，大卫最错是什么？大卫最错是什么？他不应该出现在楼房，对不对？他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在打仗，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Amen。 第一个部分他出现错了，他不应该在那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想，有些人衰了，做错事，是的，他有些同事叫我放工去卡拉 OK， 就是啦，没办法，卡拉 OK， 很难推掉，谁知道在那里就撞到一个美丽的侍应，就是撞到，跟着就开始了一个暧昧的感情，这样那样，可能整个推翻转来。第一件事，那晚回教会祈祷会就没事了，做什么去那个地方呢？我们回到就最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嘛，不是输在起跑线上嘛，错在不应该去的地方里面。另外一个人叫做约瑟，大家叫什么约瑟？他被主母去诱惑，被即这个波提佛的太太，哇靓仔，这个希伯来佣工不错啊，这样就是诱惑他。但当时约瑟他有没有继续留下？波提佛太太，我觉得你这个行为有些问题，我们坐下喝杯茶谈谈他先。他基本上不让自己留在一个不应该留的地方，是吧？他洗了招金蝉脱壳就走了。跟住呢個波提佛老婆就搲佢件衫，跟住搲完佢就留低件彩衣做罪證，係咪？我哋睇大衛嘅處境，約瑟嘅處境係一個對比。大衛容許自己喺一出現喺一個唔應該出現嘅地方，睇見動念，以至到一步一步去到殺人，係咪？唔單止奸淫，仲殺人。約瑟佢嘅德性，佢唔俾自己留喺一個不該留嘅地方。耶稣他面对试探，魔鬼跟他聊天，他也没有让自己继续跟魔鬼在纠缠对话，他断钉截铁用神的话语拒绝了魔鬼，是吧？魔鬼说你禁食，我给你吃，人会就不是单狗，就不再跟他说，是吧？耶稣不会再跟他纠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回来，有没有我们让自己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呢？罪的第一步，是啊，罪是见光死的。我们多些回教会，多些一起回小组，多些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没有机会落单，我们是不是少些机会犯罪呢？没有机会出现一个不再出现的地方里面，我们不要试探自己。
係啊，有好多弟兄話，其實我哋大家都信唔過自己，係咩？我哋應該學習唔好信得過自己，唔好覺得自己太掂，唔好覺得自己太得，我一定會得勝。我哋應該謙卑地求神保守我哋嘅心，互相提醒，互相勉勵，以致到我哋行喺得勝嘅裏邊，係咩？不可奸淫，甚至連眼睛望見動了念就已經犯了事。讓我哋一齊起身啦！喺《傳道書》1:8，萬事令人厭煩，人不能説盡，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傳道書》咁講，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因為我哋裏邊嘅滿足唔可以俾世界嚟到滿足我哋，我哋要從神裏邊得滿足，因為知道人好多嘅軟弱。我哋今日最尾嘅時間，我哋都想一齊去禱告，一齊去求神潔淨我哋啊！我哋或許有好多弟兄姊妹都係冇問題嘅喺呢個方面，但我哋都唔好過於驕傲。我哋知道罪好似喺創世記啊呢個嘅該隱犯罪，耶和華都話罪咧伏在你面前，他必戀慕你，即係話我哋唔使去揾罪，罪佢嚟揾我哋，罪愛上咗你，愛上咗我，但我哋要拒絕佢，唔好俾佢嚟，真係有機可乘。無論眼目嘅情慾、今生嘅驕傲、肉體嘅情慾，money, sex and power， 冇機會臨在我哋生命當中。願我哋都得勝，並且得勝有餘，好唔好啊？哈利路亞！多謝主，願主嚟復興我哋啊！主，求你復興我，讓我哋成為聖潔嘅一羣啦。心中的香藉为我唱，清洁的心使我从心有真挚的灵。多谢主，多谢主。主，求你复兴我，复兴我们，复兴我们。主，多谢你。心中的香藉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好不好？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跟双眼立约。我将身体，多谢主，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阿门，阿门。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当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将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我们真的求神省察我们，光照我们，我们真的不想好像巴兰一样，有一种属灵的呢，两边都想要，又想要属灵的祝福，又不舍得世界的满足。我们都不想好像大卫一样，真的给自己有一种的骄傲，觉得自己没事了，你们打仗吧，我现在可以在家摊下了，给自己容许进入试探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帮助你心里面洁净，不要给自己出现在一个不该出现的地方。有些青年人在未婚的时候，一男一女自己走去旅行，住在同一间房，觉得自己很刚强，很没事了，但这个给自己摆在试探里面是软弱的，是真的受试探，有时出了事。但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光景，我们都是敬畏，都是要谨慎，都要小心。我们求神光照我们的心，在工作上面，对金钱，对权力，在婚姻，对两性的关系，情欲里面，我们要小心，要尴尬。求神帮助我们将身体献上，复兴我们，复兴我们。哈利路亚。主，求你复兴我，将我们的心献上，心中的香藉，主啊，帮助我们，为我将清洁的心。如果有软弱的，我们要悔改啊，使我从
心有坚持。如果得罪你嘅主，我哋向你悔改认罪啊！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求你将我的身体献上俾你，身心灵都要交托。哈利路亚！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身体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祭民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将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哈利路亚！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祭民。将身体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最后呢，我好想这样做。弟兄，我们找一个弟兄好吗？姊妹，我们找一个姊妹，两个两个，最多三个，我们彼此祝福好吗？弟兄，我们祝福对方跟双眼立约，胜过一切即是试探。姊妹，我们都是祝福隔离的姊妹跟双眼立约，真的不要被罪有机可乘，好吗？我们两个两个，哈利路亚。弟兄，找一个弟兄，姊妹找一个姊妹，是啊，如果不是很熟的，你问下他怎么称呼你，我都可以为你祈祷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帮助我们有得胜的生命，帮助我们真的跟双眼立约，拒绝一切的试探。当试探临在，我们不要
接待佢啊！唔好动念啊！唔好好似巴兰留让佢留宿喺我哋里边啦。无论呢个意念系愤怒、贪婪，无论呢个愤怒系嫉妒，系一个嘅情欲，系一个嘅真系不该有嘅意念，主求你帮助你，奉耶稣名拒绝，系用神嘅话语替代，系啊，唔好俾我哋留喺一个唔应该留嘅地方。主啊，今日求你真系提醒我哋，愿意耶稣基督你讲嘅说话，系啊，系要成全啲律法，让我哋谨守耶稣你嘅教导。我哋咁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阿门。好，祝福大家，哈利路亚。